是我在 UNT 里面研究 Bill Evans Style 的曲子，叫做啊 Beautiful Love， 谢谢。
得下半场我才是让我真正把古典跟爵士的 mashup 玩得正起劲的时候。我想很多常听音乐的人会知道我在 If You Feel It Now 里面用了什么东西吧，就是 Tango 还有 Habanera 的东西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台的那个 bass 那个 Nakashi 的那个声音，当然就是要让我觉得听众有不同的感官上的刺激，不同层面上的刺激，所以我超级喜欢爱玩那个 mashup。